时间或许是最有价值的投资，我不知道属于我的玫瑰会在哪天开出花朵，但在那之前，我必须学会等待，学会释怀。你跟林沃都是我的朋友，也许告别才是最好的方式，放过林沃，也放过自己。见到林沃了，青铜把他支走了。走吧，去机场。高山，来都来了，至少见个面。他应该不想见我。魏小荣，把我从泳池救出来的人是谁？是不是高山？他是不是来过？